来，就不进。快过来，给右了。你看他知道。他咋不知道？他一看我拎东西换衣服，他就知道。快来，给你好吃的来。就，快。没钱，这边没钱，你看，没钱。发着了。你真细呀。这要下去，然后怕狗跟着车跑。然后把那个煤球和小黑给他关屋里，先关一会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是妇女节，在这里呢，大雷祝广大的女性朋友节日快乐。今天正好下去一趟，给大家发货，然后再买点一些东西，准备回来做点好吃的。这已经到县城这边了，然后准备买点东西，看看这大长队，老长了。大雷，谢谢你啊！没事。忙完了过来啊！完了，红姨，在这给我打电话啊！行。正常好日子超市在那边了，这将近排了将近有100多米啊！这人太多了，先跟我妈去打包去吧，然后我爸去买零件去了，那四轮子上的零件，亮堂一点。换装哈。然后接下来我准备打订单了。这刚才打的订单里头有这样显示停发的，就是中通发不了，得换邮政。然后这还刚才收到了一个快递，一位朋友给邮过来的口罩，这已经打开了，看看吧，好多呀。还有三个盒的，这个是一次性的那种，还有一盒这个，富裕了，看看。然后我现在准备回人一些礼，这人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看看给他装点山货啥的，准备送他2斤这个蜂蜜，我们这边雪蜜，还有这个榛蘑，也是1斤，这个五味子果和刺五加果一样一罐。然后再送他一份这个大米，5斤的。现在去准备去买点菜，然后再买个消毒水啥的。这回来着急忘了，应该给店铺消消毒啥的。这好日子超市，下午了还排这么多人呢，等有个10个20个人，先排着吧。接下来往家赶了，看看到家几点。到家了。别往身上！干得漂亮！别往身上！哎呀！我的天哪！哎呀我的妈！完了，我的裤子呀！埋汰了都！这俩玩意儿！行！好了！这买的菜。这鸡翅是今天买回来的，挺贵的，花了70多块钱，一人也就能吃4块到5块那样的。23块钱一斤。是吗？嗯。猪软好像也是20多，爷爷是18，是19。谁要吃猪软啊？你爸。我爸要吃啊。咋的？这不是，这是父亲节了，馋肉了。今天不吃，明天。我准备买点吃，过年的时候吃够没？啊，没吃着，过年的时候。吃着没吃够？没吃够。没捞着。就是没吃过瘾。这已经做好了，大馒头，然后还有这个肠、锅包肉，还有这个鸡翅，还有个水果拼盘，我妈弄的，看看还挺好看的哈，里面搁了两个桑葚。开吃呗。好运吗？嗯。但是时间太长。味道还行。大馒头。有啥喝的？啤酒。你喝啥啤酒？我也不喝。那吃点菜就好。你不喝吗？倒点饮料就行。喝点那个奶吧。我不要奶。那点意思点。我爸喝酒，然后我奶还有我妈，我们喝饮料。谢谢你妈光。
地上妇女光，妇女光喝点酒。祝咱三八节，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。